这边请啊，哎，慢走。 小李飞刀李寻欢赴京赶考，高中探花，在回乡途中得知表妹林诗英全家遭武林人士武功前往救援，一段侠骨柔情的故事从此开始。茫茫乾坤齐纷争，江湖色变任浮沉，神魔乱舞惊天地。 英雄儿女显奇能。哦，神魔乱舞，爷爷要说《封神榜》。我打你！去，小花，开爷爷的台啊！走江湖，说江湖，爷爷要说的是惊天动地、江湖色变、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战。诸葛神君挑起天下各刀派，誓要诛灭。 魔刀门，爷爷，这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此年，此时，此刻。那魔刀门不是即日就要灭亡？难道没人看破天机，能施以援手吗？有，只有一个人。谁？谁呀？嘿嘿，就是那个小李飞刀。爷爷。 说小李，小李就到啊！小李飞刀，小李探花。小李探花，你要救魔道门，你先过我们斩虎屠龙双刀铁关。诸葛神君说你稀里无比，我屠龙救不怕你，快过来受死！啊！不要！哎呀！ 幺幺精，不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上吧，上吧。 没到魔刀门之前，我不想杀人。哇，好帅啊！这。 生我儿子，从小我就是由您疼着长大的。现在魔刀门有难，你就要我走，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乖女儿，别说了，我林过之亦是从你娘去世那天彻悟，开始油魔入道，想不到还是逃脱不了此劫。爹，那诸葛神君。 在上次斗智，输给了舅舅。这次的比武又输给了爹，所以他怀恨在心。这次他公报私仇，真是太卑鄙了。师爷，今日的江湖哪有什么正义，有的只是利益仇恨。
我都看透了。我们岂是魔道们只有战死之事，没有假意小人。战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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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暗卡都不设，是否林过之是不会逃走的。艾小生，你和四大门派人都戴上面具，待会儿我们要东洋人先上。我诸葛神君今日终可一雪前仇了，恭喜师父。漂亮的女儿我都要杀，快快快，大家别动，有埋伏。不要再过去了，他们身边的草肯定有毒。
此乃天下最英勇的刀。三国名将关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之青龙偃月刀。此乃天下最悲壮的刀，战国时候荆轲刺秦王所用的匕首。此乃天下最正义的刀，北宋开封府包公包青天的三把铡刀。此乃天下最邪恶之刀，武夷磨刀之女。武夷磨刀杀害无数正义之士，如今磨刀全家被诛，只留下一个妖女。偿还血债，今日刀会，执笔刀器，胜者可得武林第一美女。阿弥陀佛。之道怎么比得上我扶桑之道？不服气的上台来领奖。还有人敢跟我争此妖女吗？中原第一美女从此归于我手。哼，中国无刀矣。不可能。我来晚了。李寻欢，今日乃武林刀客孤审妖女，你不得无礼。
亚妹，亚哥，我们走。好小子！魔刀之女，人人得而诛之，由此人救走，大家一起上，穿刀砍死！快！太厉害，太可怕了，只怕报仇无望啊。徒儿，我好恨啊。师父，我想不到诸葛神君白晓生师徒如此窝囊，真是枉你神算，以后也不要假冒智者。你小李飞刀的武功有神鬼莫测之感，我谁叫你从武功入手？对付李寻欢，只可先乱其心，夺其智。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。参我傅一本说他贪赃，我家又怎么会门庭败落？我也不会沦为乞儿。哼，有一天你有的我都要有。想不到你就是寻得金矿，后又散尽钱财，有使天下。钱财身外物，非我心头爱。李寻欢厉害吗？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，重情义的人就要用情义来收拾他。高见哪，徒儿。师父，报仇有望了。是，只要你的徒弟白晓生肯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要李寻欢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，我要毁其声誉，要他一无所有，含恨而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要你杀了诸葛神君。什么？要杀师父？你不听我的话？你没看出我很痛苦吗？动手吧，希望你能遵守诺言。一言九鼎，魔刀门已灭，我捞回了本，小李飞刀是利钱，徒儿记住，动手吧。师父，徒儿给您送行了。
若不是我上京赴考，一定可以赶来救援，救赴他。表哥，别说在劫难逃，表哥已手刃仇人。世英，谢过表哥。世英，你从小在李园长大，从今而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 快接喜莲吧！才不要呢！这狮子啊，是你找来，故意要戏弄我的。我怎么会戏弄你呢？我才不要嫁给你！我要嫁一个比你更能保护我的人。哎，我只有衷心祝福你，能够嫁一个比我更坚强、更能保护你的人。你看你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 我才稍稍一逗你，你就真恼了。没有，我永远都不会恼你，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恼你的。快接连吧，不要他们笑话我们。 交出解药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我们都死了，林诗音也毒发。表哥，你不要管我，我宁可死，也不求那些人。表妹，那就让他毒发身亡吧。 李探花，你总不忍心自己的心上人死在你面前吧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啊，小心飞刀！请李探花交出所有的飞刀。表哥，不要理他们。小李飞刀我们领教过，先交出飞刀，我们才敢交出解药。表哥，不要相信他们，不要。 你到底交不交？表哥。
不要！不要！推过来！不要，表哥！不要，表哥！表哥！嘿！表哥！怎样呢？哼，把魔女抓起来！啊！ 你们言而无信，哼！对付你们这些魔道余孽，何必讲信？卑鄙小人！这就是所谓的四大门派，所谓的正义之士。李学官，交出魔女，我们绝不为难你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们。哈哈，没有飞刀，你也未必是我们四个人的对手。 表哥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走。诗音。表哥。诗音。只觉得浑身好像被文火烤着，不太舒服。表哥，你陪我到外面走走。好。表哥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表哥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桃花底下跳舞？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我知道了，林大侠，林姑娘所中之毒是天下四大毒之一，叫做桃花尽放春意残。中毒之后，荣如桃李，脉象兴奋。如果艳光放尽之后，即无回天之术啊！什么？表哥，我好冷，我想回去。好，我们回去。解不了毒也没有关系啊，可以这么漂亮的死去，死以前还有表哥陪伴，我死也无憾。
诗音，有一个人可以解你的毒。是谁？白晓生。我宁可死，也不去求他们。为了你，我会去求他们。表哥，你难道不知道那四个武士的就是白晓生派来的吗？我知道。你难道忘了？是他们下毒害我，他们怎么肯救我呢？就因为是他们下的毒，只有他们才有解药。你不要去，真的，求你不要去。我怕你这一去，我永远也见不到你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。不，我不让你去，我不让你去。可是我不能眼看着你死去啊。表哥，不要心存幻想，他们是不肯交出解药的。那些人在斩杀我全家的时候，连我三岁的小侄儿都不肯放过。表哥，我的毒发作了。诗音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让我孤独的一个人，我好怕。表哥，看着我，看着我这张脸，我就要毁灭了，陪我。诗音，我会的。失火了！他们真是赶尽杀绝，连最后一刻的安宁都不给我。表妹，我们快走，我背你。不，你背着我，你逃不掉的。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我已经要毒发身亡了，你让我死在这儿吧，你走吧。表妹，快走。走。快救我！快点啊！哪里的谁啊？快点！少爷，快上马！快走！你自己骑马，快走吧。快走啊，少爷！快走，李忠，快，快走啊！这样。表哥，表哥，快！快！你银环的飞刀被我勾走了，快走！李金棍，放下妖女，我们绝不为难你。武林各大门派号称光明正大，如今一个一个鬼鬼祟祟的，蒙着脸，戴着面具，都没脸见人了吗？林世英乃一介女流，又不懂武功，她什么时候得罪了武林？她杀过一个人吗？伤过一个人吗？还是她放火烧人家房子？你们连一个弱女子都不放过，还号称什么英雄，什么正义？你们全都是个屁！大家一起让！诗音，表哥，救我！快上马，诗音，走。
你的毒，我觉得好多了。是你帮他吸出毒的。姑娘，这毒无药可救，唯有吸出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没事。兄台，兄台，我真该死。姑娘，这毒太厉害，虽已吸出，可我承受不了。敢问恩公尊姓大名？ 敬重龙啸云。龙啸云，龙兄，若不是因为你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生平最敬重小李飞刀之名，正要前往李府拜见大侠，谁知走到半路，看到那些人不顾江湖规矩，攻击大侠，以多欺少，我一时气愤。 就偷了两匹马。龙兄救命之恩，我与表妹莫齿难忘。原来是令妹，我家林诗音。林诗音，你就是？没错，我就是武夷魔刀之女。现在你后悔救我了吧？魔刀之女。 浪子飞刀，今天都让我见到了，有幸、有趣、有缘。哎，龙兄，你怎么了？表妹，我们快送龙兄去看大夫，走。表哥，你看他会死吗？放心吧。 龙大哥救了我们两个，苍天有眼，一定会让他长命百岁的。想当初，武林各大门派围攻我家，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都吓得躲起来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。所谓患难见知己，这句话一点也不错。只有这位恩公。 此人为毒邪所熏，中毒不深。不过刚才你的一顿拳脚，差点就重创他的内脏。他现在很虚弱呀。梅儿先生，请用最好的药，千金不息。哦。哎，他醒了。龙兄，林姑娘，你中毒方愈。 你要好好休息啊！多谢恩公。龙兄永远关心别人。过奖。大夫，开一帖龙凤泻肝方，清除他体内的毒素。哦，原来尊驾也是行家呀！失敬失敬。家父行医，我只是略知皮毛。难怪龙兄知道表妹的毒可以吸出，果然是博学。 毒是可以吸出，不过林姑娘好像是服过解药一样，令人费解啊。龙兄，你怎么这样看诗音啊？我在看林姑娘的气色，是否还有余毒残留？恩公，请你好好静养，你的毒伤也不轻啊。 我先去煎药啊，失陪。我没事了，我想我也该走了。素闻龙兄游胜孟尝，散尽家财，游侠天下，请问龙兄家住何处？由在下送你回去。
家，恩公怎么了？一说到家，龙兄，你家童年时父亲得罪官吏，遭到诬陷。 说家父乃邪教魔医，无知村民，群情激愤，放火烧宅，害我全家老小，所以我浪迹天涯，苍茫大地，就是我安身之处。表哥，我们接恩公一起回去吧。 这样不好吧？小云又何德何能？以后我们三个人都是孤儿了。李大侠，你，寻欢父兄皆已病逝，如今也是孤身一人，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一起。相逢自是有缘。 表哥家很大，多住几个人没有关系的。家虽然大，可惜已经被火烧了，恐怕难以招待龙兄了。大侠客气了，龙啸云漂泊四海，客栈、破庙都能住。别人屋檐下，我也睡过。太好了，表哥，恩公他都能住。倘若龙兄不嫌弃寒舍。 寻欢自感欢心，只怕在下草民之身，难登探花之福啊！来，他会上哪去啊？梅大夫，龙大哥他不在房内，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梅儿先生，快说啊！他不就在那儿坐着吗？龙大哥。